过年新年特别来临，不少机关团体甲社区拢会举办新春会合敬上春联的活动。中华秀团病院也伫病院大厅，邀请多位书法名家现场会合送百宝。院内的医护人员，甚至是院长甲副院长，也拢暂时放下手术刀，做伙写春联，送互来病院的患者甲家属。秀团病院大厅真热闹，除了来看医生提药的病人以外，也有人专工来提春联。秀团邀请多位书法大师伫个现场汇合，袂少院内的医护人员嘛来加入掉写春联的行列。包括院长甲副院长嘛拢暂时放下手术的刀啊，提起毛笔开始写春联。因为这个新年啊，每次我们那个台湾人最重要的习庆，那我们大家都非常开心。那今年也非常的开心，可以在春节的前夕哦，跟大家做这个挥毫，那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龙年行大运。秀团病院今年伫咧中央大楼举办新春会合上春联，即回总共准备了超过500个手写春联，要甲乡亲分享，伫咧过年前抱一个喜气。多中华新闻丁向雄华采访报道。